有发现，我们已经那个联合森林公安制止这些情况了。公园里做了一些宣传，就是森林保护和珍稀鸟类保护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宣传。公园没有执法权，也没有处罚权，只能是我们的安保人员发现了以后，对他们进行劝阻制止。然后是在如果劝阻后没有效果的话，只能我们联系执法部门，包括森林公安什么的。然后通过再加上通过公园的监控，及时的发现吧，发现以后及时的劝阻制止，然后现在已经没有这类现象了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